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特基李老师啊。想必啊，刷 B 站的人应该都这个听过《极乐净土》这首歌啊，这是玛利亚所在的祭坛啊出的一首歌。然后他们像这首歌呢，通常也会同时会有、出一个这种跳舞的一个视频啊，于是也有很多翻跳。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它的一些编曲的一些构造啊，它就是它的前奏这里有很多这种三字经或者是前八后十六这种奏法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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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然后或者在尾奏这里通常有很多这种啊装饰音。或者这样的一些转音回来啊，都是正拍结束。135上山打老虎是吧？啊，三字经。第一句啊，基本都是三字经。三字经啊。然后使用音色呢，都会用一些这种啊电影 plug 音色，叠一些民乐，比如说叠一些日本的古筝等等一些，还有有时候还会用一些二胡。我们首先找一个土嗨啊，比如说最炫民族风，用这个日本筝写这个旋律，然后叠加一个 plug 音色啊，混响大一点。因为像日本的这种团体啊，比如说 USB 还是这种机团呢，其实跟国内的凤凰传奇都一样，都是这种两人组合，然后再用 plug 音色演奏和弦。这个时候可以弄一个氛围的，啊，在中段做一个这种鼓的逐渐便秘的这样一个过程，动词动词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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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，啊，加上一些有抽泣感的八度贝斯，在重音的结束加上一个混响很大的一个这种鼓啊，做一个强调啊，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二胡啊，演奏一个爱情买卖也可以，啊，最后细化一下，取上一个四个字的成语的名字就可以了。